妈要有人打你小孩怎么办？我打他小孩。那要以后再打你小孩呢？我还打他的小孩。那要是一直打呢？我一直打他小孩。谁打你了？我爸爸。他打我小孩，我打他小孩。那他小孩呢？你。那我爸打我，你也打我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爸爸带你妈去看电影。为什么不带我去呢？你长大以后去约会的话，会带妈妈去吗？爸爸，我是不是捡来的？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哪有亲爹，天天想着骗孩子零花钱呢？你想知道真相吗？想。那你先借给爸爸200块钱。滚！啊！ It's good.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. I can show you my love. Here it is. Don't be shy.